派錢10,000係好過退稅、退差餉，直接俾最需要嘅人。所以我認為唔需要退稅退差餉，將嗰啲錢直接俾香港人。第二，要設立呢個失業援助金，因為你俾錢老闆交租，老闆一樣可以繼續開除員工，放無薪假。政府必須成立一個300億嘅失業援助金，以最多攞到16,000為標準，根據不同嘅情況，開工不足、無薪假同埋失業係直接援助。第三就係好似美心啊等等嘅大財團，係應該交多啲税，令到嗰個失業援助金有更加充足嘅資金。第四，領展必須減租，我呼籲領展嘅租户，如果領展喺呢一個你哋生意好嘅時候，要根據你嘅營業額去加租，而家就係減租嘅時候，我呼籲領展嘅租户考慮抗租，將你嘅苦況俾翻領展，然後好似佢加租咁樣，你減佢租。講完。